不能跟女孩子同一层楼睡呢？啊，但是他们说，人家帮你把房间弄好，你就去睡一个晚上嘛。不行，你到隔壁饭店去睡，至少睡一个晚上，勉强一下。因为那个老太太是功德主，整栋大楼她提供的，啊，这样子吧，好吧，我就只好去睡了，啊，结果那个老太太是谁？是我过去世的妈妈，跟姐姐，要走的时候我还真想抱她一下嘞，不是那个男女，我就是就像儿子看到妈妈一样，啊，我也知道，我看到她，当我一上去看到她，我就知道啊，她问我师傅要不要搬，不用搬了。啊，不用搬了，啊，因为他经常远远的在地方一直看着我，而且他很慈祥的看着我，看到儿子当然要这样看，不然要怎么看？只是他还在做德国人和挪威，我在做华人。那后来我还把这个前世请他们帮我查出来，我是和挪威的一个公爵，他是妈妈，啊，所以我在那边有一点福报。所以我还可以在汉诺威传10天的短期出家，这样，而且一定要在那个房子，啊，那这个老妈妈现在每天很认真，一个德国人天天在画佛像、画唐卡，这样而已，他整天的工作就是画佛像、画唐卡，啊，所以他把他所有房子供养一位法师，啊，让他们办佛教，那个法师也办得很好，在帮助很多地方，所以。我这样知道，我替他很高兴啊！这个妈妈这么精进，啊，在护持的三宝，啊，虽然我已经出家了，过去我原来我过去是德国人，那后来我又去英国，啊，不过我那一辈子做了一件坏事，我天天在忏悔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做那个有钱人嘛，所以有一点外遇，那有外遇以后啊，我太太也有外遇。结果等我做更大的官，调到英国的时候，我就下命令把他关起来，从28岁关到60岁死掉，然后不准他看他的一对儿女，因为报复，男人的报复，所以就把他关起来。然后他死之前写了一封信诅咒我，我看到那封信就中风死了，诅咒成功，这样，所以。他这一辈子都有来找我，然后呢，准备以后再来找我，好好的报我的仇。那我已经把他挖出来了，所以我就天天给他回向啊，给他跪下来，对不起，给他天天供花，供花消除我跟他之间的怨恨。啊，他的名字我都倒背如流，倒背如流，不知他恨我。那位法师说，他妈妈也很恨你哦。因为女儿嫁给他，结果你把他关一辈子，他妈妈也不能看，儿女也不能看，然后他妈妈当然恨我，而且他妈妈现在母子还在一起，啊，他就说师父小心哦，哪一天有一对母女来帮助你，你小心哦，他这个帮助你就准备害你的，啊，因为所以冤亲债主要报仇，一定先对你很好，不然怎么报？等你相信他了，然后他就可以害你的很惨。那当然我不能怕这个事情，我只能说，我一定要好好忏悔，是我自己的错嘛。所以不懂得佛法去做一个有钱人是很大的痛苦的，不懂佛法去做个有权利的人，那更是有伤害的，啊。所以那我就经常忏悔，当然我忏悔我还会沾沾谱，现在有没有原谅我这样，啊，有没有原谅我？我已经忏悔了。从那个时候知道到现在，至少1个月了，啊，听说他有一点原谅我了，那我心情好像就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后面有人在恨你，你心情不会好的，啊，那现在好像就感觉到那个恨不见了，因为佛法的力量嘛，对不对？佛法的力量可以让他觉得很欢喜、很快乐，他自然虽然以前恨你，我还有一世哦，放火，对。放火烧死自己的太太，不是我亲自放的了，啊，只是别人要来救火的时候，我既然说不要救，不要救，啊，因为那位太太啊，为了吃醋，把我的小三呢，啊，活活杀死，啊，让我很苦，所以那批人就放火把他烧死，
烧死的时候，我居然在那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！后来我等我比较老了，忏悔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就把它供养，做一个牌位，立为一个很重要的名字，这样，啊，我的好处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读？各位读《地藏经》，读《地藏经》的人有宿命自通，我没有神通，这是我有这个福报，我可以知道很多。我跟我爸爸，我跟我妈妈，我跟我哥哥，我跟我儿子，什么关系？我前世在哪里？我都大概知道。啊，有时候我做梦会知道，有时候我直觉知道。但是，就是哎，我就有这个，我这个知道的好处，所以我就很相信因果，我不敢得罪人，也不敢稍微去做一点坏事，别人伤害我。因为我在台湾有一位法师后来还俗，然后一直想办法在伤害我，组了一个很大的团体在伤害我。我就觉得奇怪，我又没得罪他，很多信徒就很不满。后来我这个人，我也就问一个老和尚，我说这个人他就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他，但是真的很痛苦，因为我在做好事，他在障碍啊，我明明在做好事啊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本来要做国王的，你把人家干掉了。换你做，所以你们两个以前就是学佛了，所以这个跑掉的人他去出家了，因为他为了怕被你杀，他跑去出家了。那时候我做，后来我死了，他才回来。那现在呢，他又来了，他就针对你，要你死，要破坏你。哦，我知道以后。整个心态180度改变，各位这个很重要啊！你信因果以后，你就不会恨对方啊，原来是我虐待他。你不信因果，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样？我对他这么好，我又没伤害他，他干嘛伤害我？后来我知道以后，哎呦，本来人家要做国王的，我把他排斥掉，哎，要我来做，那当然对方会恨我恨得要死，怪不得他现在。哦，宁可让两个出家，然后他还俗来干我，这样来找我麻烦。那我天天跟他写牌位还不够，天天用他的名字啊，哦，就一直帮他修功德。然后我哥要学我来跪着跟他拜。你晚上在房间，你要跪着跟他拜啊，跪着跟他拜。就像我替我妈妈超度他的冤亲债主，我都写的牌位。你说我就跪着跟他磕头，我讲。这个很虔诚的佛力加持，可以感动对方了。这个冤亲债主就不忍心害你，啊，跪着跟他忏悔啊。然后呢，我知道他并不是，他以前是个爱护动物的人，他也会放生。他现在怎么会反对我？因为我让他改变了，所以我就用他的名字啊，出很多钱去替他放生，然后呢，替他印放生的书，一点都不能恨他。老实说，今天有一个人住在美国。你在这边骂他，请问他知不知道？心里知道了，意识不知道了，他就知道你在骂他。啊，今天你住在法国，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一直想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听说耳朵会痒，人有感应的。所以，超越时间空间，这个因果，100年前、500年前，恨你的人还在恨你，爱你的人还在爱你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，那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这个心态。对方爱你，你感谢他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没办法跟你谈恋爱了。像我这辈子来，我碰了多少个太太？天哪，我已经可以成立粉丝团了。啊，我已经61岁了，还有很多粉丝的。这老师傅说：“谁叫你过去娶那么多太太？”哎呀，啊，所以。我师父也说，你们以前都是干过小皇帝的，这个太太好色鬼一大堆，啊，一大堆。但是这也是度众生的方法。但是我就有这个，我有这个烦恼，啊。但是我在这一点我自己知道了，自己要虔诚忏悔发愿，啊，也不断的回向。所以我每次法会啊，大部分的法会我都会自己塞钱干嘛？这个花的钱我来出这样，啊。所以，因为他没有功德箱，我想这个供花，这个供花就回向给他，知道吧？回向给他，不欠感情债，啊，因为不然的话，
就让他们来听我讲佛法，听了老半天只在欣赏我，哪有在听啊？啊，听不下去呢。就像我现在我这样讲也不太好，我现在太太也经常来看我，又不是来听佛法啊，她还在等下辈子继续完成未完成的，这样这个叫女人，always 女人啊。所以各位就是一定要有空性，你有空性才可以超越这个爱恨的执着。所以佛刚刚讲得很好，这辈子思维中空性，你没有空性，就像一个会染着的连胶，什么东西一来就染在上面，知道吧？你就永远烦恼痛苦一大堆。如果你有空性，这些来了它掉了，因为它粘不住嘛，莲花一样嘛，所以思维空性。啊，那这些业障就不会找你。所以一个人像我现在洗毛巾，我睡酒店，我都不能洗酒店的毛巾呢。我一洗就会过敏，我一洗就会过敏。我们师傅跟我说，你还没有真正证入空性，你不能洗。你一洗，前面的人的业都在你身上。哦呦天哪！啊，所以我刚刚去餐厅还跟他们要那个餐厅那个纸比较厚，我拿来洗脸，可以洗6、7次。干了再带走，干了再倒带走，啊，因为那种纸巾，你们在餐厅用那个纸巾比较厚嘛，它很容易干。然后因为我跑来跑去，干了我就放在箱子就坐飞机了，不然毛巾怎么办？又不能用当地的毛巾，啊，因为没有空性，所以我今年11月要去美国，好好的打坐，我亲近一个老和尚，那我们大家都赞叹他有空性，那我要证入空性。那一定要找那个已经有空性的，然后我才知道怎么去证入空性。虽然我们不断的慈悲可以去做，但是因为没有空性呢，那你就跟着气数走。什么叫气数？就是你宿世的业报、风水啊、八字啊。你不能说风水、八字、姓名笔画不准，那就是你的业数，很准的。看你的姓名八字很准的，但是你如果证入空性，这佛教很重要。无生法忍，或是从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。那你证入空性，这些业缘它就染不上你。你知道，但它染不上你，魔就不会来障碍你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一定要经常思维空性，乃至安住空性。《金刚经》呢最重要，来应无所住。对你空性就是你不会执着一切，空性就是说我、哦、这个好美，但我不会执着它，叫空性，了解吗？哦，这个女孩子好漂亮，这个男的好帅，但是你不会爱上他，这样啊？这个人骂我骂得好惨，但我不会恨他，这个叫空性。空性就是你看待一切绝对平等。那如何达到空性呢？除了思维空性，就是不舍弃众生。我不能说我只度这个不度那个，我对谁都要平等，用平等来帮助证入空性。所以各位呢，不要舍弃任何其他宗教。不要舍弃一个路边一个贫穷人，你只要看到一个贫穷人，就算他是假的，反正他就是缺钱嘛，他总比做小偷好吧？你就给他一点钱，而且我很喜欢给纸钞，他眼睛就睁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刚刚早上来10块，这样，对，那我就有机会，阿弥陀佛，他对和尚，对。他就种一个善根，有些人给零钱，给还没关系，他就丢了，不太尊重。各位多准备一些纸钞吧，他们很穷的啊，就给一点。饭店也一样啊，我们离开饭店，我都会给10块、20块。那个行李员那个，哇，这个棉被可叫折得很有力量啊！你要跟他结缘嘛，因为。住酒店住3、4天，他帮你天天整理棉被，这个一定做过你老婆，不然还帮你折棉被干嘛？对不对？一定做过你老婆的，不然怎么会碰到他？就像我们有一次去日本，我们2部车，然后这个司机呢，对我们的，然后我就问旁边一位法师，司机是谁？哦，师傅，这个司机就这一部车的人，过去他做过爸爸。爸爸就是每天带小朋友去学校上课的那个，所以爸爸对这批小孩非常很好。他现在还在照顾我们，
他是爸爸，我就发动小费给多一点啊。他真的从头到尾都很亲切。我已经知道了哦，原来每一部车的司机，特别大游览车载我们10天。这次我们从很多国家都载我们很久。这次我们来的车子是从英国开过来的，啊，因为他说这边没有巴士啊，不好租啊，而且我们人太多，然后租，对我们也很好，啊，这些都是过去很深很深的缘，不然他不会做你的司机。所以我这样讲，还是叫讲这个来，不舍众生。有缘者皆该度，无缘者多回向啊！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呢、所以我很喜欢去跑湖木，这些都是有缘的。我以前跑湖木比较有时间，我还会拿那个台湾的那个宝杯，这边念那么久，这个人过去有没有做过我亲戚？嘿，每个都有。你只要站在那边念久一点，就跟你有，不然你站在那边干嘛？啊，几千个湖木，为什么你要站在那边？所以我也做过美国的军人，我也在欧洲做过军人，所以我每次到军人湖木，我就会有感应。啊，那所以我每次去军人湖木，我就开始念一下，来解除军装，恢复百姓，同享功德，离苦升天。嗡啊吽，你要超度军人，军人没有解除军装，不能超度的。因为他还是个军人，他要遵守国家的法令，所以缅甸是佛教国家。今天跟军人打仗，把对方给打死了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把对方衣服脱掉。有些人说你们这不道德，你把他打死了他了，没有，打死是没办法，但是要让他超度，把他军装脱掉。啊，所以在台湾就有很多地方啊，到晚上都还在抄兵呢。因为台湾有整连的日本兵还在那一二一二一二，超度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除非他上面的人给他划除、解除军装、恢复百姓，然后你念佛给他，他可以超度，不然他不能自由，就是这个道理了。所以各位呢，佛教有很多很好的方法，那这些方法我们还必须要学了啊。但是如果要帮助对方有福报了、超度了，念一下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啊，所以念地藏经有28种利益啊，10种利益啊，所以地藏菩萨叫财宝菩萨，发财，要不要发财啊？要啊，女人要不要长得漂亮啊？地藏经啊，地藏经告诉你，生，读地藏经，女转男生，如果你要做女人，那叫女宝，相好庄严，那地藏经嘛。因为地藏菩萨以前就是一个女孩子嘛，光目女、婆罗门女，而且地藏王菩萨，所以这里面就读地藏经的人相好庄严，所以我们做地藏菩萨一定要做得很庄严、很庄严啊！特别这一尊，各位，我们收集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底下有很多鬼，他发光在幽冥道度这些鬼道啊、地狱道啊，在帮助他，所以。你读地藏经的时候，你要像你就变成这一尊，在对这些六道苦的众生无明嘛，无明就是拿这个日光灯再亮都是黑暗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佛法的智慧嘛。那地藏王菩萨代表光明，所以他手上那个珠叫如意宝珠，发光了，随时的满众生愿。他手上的锡杖干什么用呢？就是用真理打破我执、地狱、三恶道，打破了啊。所以他的锡杖代表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、中道实相，所以他叫锡杖。因为出家人要拿着这个真理的锡杖，那唯有真理的法才可以打破地狱、无间地狱。然后左手呢满他的愿，愿众生愿升天的升天，愿有福报的福报。那你念地藏经的时候，你要观想你变成地藏菩萨；那念地藏经的时候，变成说地藏王菩萨透过。你的嘴巴在说法，所以记住，当你念地藏经的时候，是谁在念地藏经？地藏菩萨不是你啊，不是你，记住这个观念。那个时候，你的舌头变地藏菩萨。为什么说念经功德很大？如果你为了利益众生念，你的舌头就变成那个佛菩萨的舌头，你的声音就变成佛菩萨的声音，
当你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念哦，是观音菩萨在念 Om Mani Padme Hum。当你有悲心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看着对方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，在看的众生苦，在听的众生苦，你的手变观音菩萨的手，想要去帮助众生。你的心最重要，变成观音菩萨的心 Om Mani Padme Hum。啊，那你要这样的去念观音菩萨，念 Om Mani Padme Hum，你要一直这样练习，所以你会念的不想打瞌睡，念的不想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在帮助别人嘛。所以我很喜欢坐飞机，我在飞机上我就一直念，坐了一个钟头的观音菩萨，坐了一个钟头的地藏菩萨，坐了一个钟头的阿弥陀佛，因为时间有嘛。啊，然后那地藏菩萨在做什么？哦，那观音菩萨在做什么？那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。而且不是用古时候的方法，各位，现今的时代要有现今时代的方法去度众生，去救苦救难。所以你边念的时候要边想，但是这个经典是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叫我们怎么去救众生，然后再加上现今时代，这个叫方便波罗蜜，以现在的方法，加上地藏王菩萨的本愿这个动机，那怎么去帮助众生，而不是说我把地藏经念了1000遍。但是你没有在做地藏王菩萨的行为啊，那好可惜。我念阿弥陀佛已经念10万遍，每天念10万遍，但是你没有跟阿弥陀佛念一下同心、同愿、同行，这个最重要啊！一心念佛是我们整个生命叫身口意变成阿弥陀佛，以阿弥陀佛的身口意去帮助众生。所以我们在往生牌位面前念地藏经，那我们。假设有100个人，就有100尊的地藏王菩萨在救度他们，怎么可能救不起来？这个就是他们格西在上面修仪轨，修仪轨就是菩提心的戒律。哦，现在在修药师佛，所以他们3位，然后在观想后面3800位都变成药师佛，这样啊。等一下修绿度母的消灾，他们就变成绿度母。然后呢，从供养绿度母、观想绿度母变成绿度母，然后呢，以绿度母的悲愿去帮助别人，啊，最后回向。所以，那这个佛教的仪轨很重要。所以，你念大悲咒，你要变成观世音菩萨，啊，你念地藏经。那各位，这个如果你这样去念，那就叫地藏三昧。那你那个时候，你读地藏经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太殊胜了，太有感应了。但是也不能偏了，不能说那我读地藏经就好，其他都不要读，错了啊！今天碰到某人，你要念药师经；碰到这个事情，你要念阿弥陀经；啊，碰到那个事情，你要念金刚经。特别各位现在在我们刚刚讲了，思维空性，不舍众生，你才不会魔障。那为了如此，各位一定要多读心经、金刚经、六祖坛经，按照。缘起性空，去分析世间的一切，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，那你要得到这个智慧，你必须有禅定做基础，禅定波罗蜜。那你要能够入定，有智慧，能够断烦恼利益众生，那你要持戒做基础。持戒是什么？在大乘佛教，念一下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这合起来呢，叫持戒。我们叫戒定慧，啊，所以菩萨道，你看到众生苦，你不帮助他犯戒，所以你要布施；众生伤害你，你反击生气，那你不行，所以你要持戒，叫忍辱波罗蜜，啊，而且你要很努力的、不退转的去度众生，所以叫精进波罗蜜。所以，而且你要守各种的戒律，连帮助众生对你来讲也是戒律。念一下：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。是度一切众生，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戒律。你要断恶修善，广度众生，而且呢，那你能够有这个戒，而且你要修禅定。这个禅定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光打坐，念一下大悲不退转，大悲无量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家里念地藏菩萨、地藏菩萨、阿弥陀佛，或在路上，那你这个是在修禅定，不是念声音，而是你要变成。念一个地藏菩萨变成一个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去帮众生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就是你要开始帮忙啊，帮忙那家店，帮忙那个人，帮忙那个医院，你只要走过的，再念一次，不舍众生。等一下，各位下课从这边
走到你坐车的地方，会碰到法国人，会碰到土耳其人，会碰到黑人，会碰到华人，会看到日本店，会碰到韩国店，你都要回向给他们。你不能说跟我无关，反正我是华人，我不要走到韩国店去。啊，我是佛教徒，不要走到基督教堂去。那你就舍弃众生，你舍弃众生，等一下你肚子可能就不舒服了，魔就来找你，你会有魔障啊，因为你发愿要度众生的。你发愿要学地藏菩萨，所以你就不能舍弃他。所以你一路走过去，碰到所有人事物都跟你有关系。就像你在路边走，看到你的祖母，你一定会跑过去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你的小 baby 在那边玩，你赶快过去的，怕他跌倒。那你要对每一个人都升起这个责任，感受到他的苦，对他的悲心跟承担，在他身上发愿，那这样忙不忙啊？那可忙了，所以佛陀说，坐着念佛跟行走念佛，行走念佛的功德超过于坐着念佛百千万倍。这行走意思干嘛？就是你要在六道里面去走动，你要走入人群，走入道场，走入医院，走入屠宰场，走入受苦的地方去念佛。因为你不能舍弃众生，你要把佛号布施给对方。那我想各位来到巴黎，这是一个汇集世界各国的很多人潮，观光人潮，啊，所以你就要跑到人最多的地方，不要带钱，反正人家不会，就不会抢你。然后在那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人家在那边拿个标语，你就拿这一支，全部人就会看你了。对，你要做观音菩萨，一边还喷水。我真想做那个香烟哦，变成我们的烟供香。现在还有那个什么，对，吸烟就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到人很多的地方，在那边念佛。事实上，你用观想也可以。如果你不敢这样做，你坐在那边，就我变成地藏菩萨，我拿着锡杖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你要这样扮演自己。你念大悲咒，你要观想，你变成大悲观音菩萨，每一只手拿着满众生愿的各种需要啊，然后呢？1000个眼睛，1000手在忙着帮助他们，不管你是哪一国人，高矮胖瘦，大人小孩，我都在帮助你。这样，因为你在念大悲咒，啊，大悲咒是要去救他，不可能说一个医生手上拿着针，拿着手术刀，念大悲咒，我才不帮你开刀嘞。啊，帮他开刀是医生该做的，但是你要有大悲咒的心，这样子的，啊。然后有观音菩萨的语言安慰他，对不对？啊、有大悲观音菩萨的行为，真实解除他身上的痛苦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念一下《甘露施食仪轨》，各位拿一下课诵本，请先翻到102页。我特别要各位翻到这边，是因为各位一定要至少每个月2天的早上。你在特别是初一十五拜完佛以后，把这24护法诸天名字念一遍就好了。然后你就做一些供养，花水果。那护法诸天呢，他就是在帮助所有的人，因为他答应佛陀了，只要有人在修正法，是三宝弟子，想要帮助众生，护法诸天有那个责任来帮助你。比如说，你口才不好，你礼拜大辩才天，他会让你会讲话，怎么去做生意？啊，比如说你钱不够，然后大功德天，他就负责拿钱来帮助你。所以，第一个叫大梵天，就是各位在看的上帝啊，四大天王叫大梵天。第二个第四天，玉皇大帝啊，后面就四大天王，那特别多闻天王。叫财宝天王，你只要有在念经，他一定想办法让你有福报，不缺钱。你好好念，千万不要念念我要去上班，你最好不要上班，天天念，因为他给你钱，意思吗？所以各位，你不要太怕，没钱怎么办？天上的一块小泥土，整个地球所有黄金。像佛教有一位希瓦里尊者，泰国人、缅甸人很喜欢拜，
他走到哪里，所有的天神都把天上的黄金、珠宝、食物天天供养他，这样啊。所以泰国人他们一定有一尊站着拿个雨伞的，叫福德。